全球最炸的电音节，风靡全球，众多人去朝圣的 EDC， 2018年重磅登陆魔都上海。作为大型电音节鼻祖 ，EDC 至今已经举办21年，也是一个由建音不间断的嘉年华，所有甩手党们的天堂。EDC 是世界三大音乐节之一，每年其旗舰版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州举行，流行电音制作人和 DJ 齐聚一堂，当天有电音大神独家首秀，还有最帅百大 DJ 小马丁霸气压轴，可以说是精彩连连了。快来感受一下现场万人蹦迪的气氛吧，简直嗨到爆了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